就是直播现场，我们现在真正在看到非常精彩这场比赛。来的左边小孩右边大口，现在小孩又要用自己的翻来直扑阵朝杀确认最佳之后，把大口活生打晕了之后再接一个重攻击啊，把大口吹飞。小孩用自己打出一个漂亮的自取翻盘。那么现在是小孩打大口，大口最后一个币，小孩还有六个币。你觉得大口能赢吗？大口中间是上了跑踢精啊，克里斯放在手底，小孩的真克里斯面对的是小草，号称宇宙第一草的大口，能不能接下来用这个草踢精给大家带来一个惊喜呢？目前来看很被动啊，一直被对小孩用力回牵制住，下逼前冲再次加之，对方破招成功。那么现在小孩把大口封到板边，大口出去又进到板边了，怎么办？大口现在小草没有机会，没有血没有气怎么办？没有资源就要死，还有一个真克里斯，这一把如果说大口赢了还能走下去啊，还有机会，这把大口输了就被淘汰了，只能拿到200。好的，经典的真克里斯三连击之后，小孩真克里斯血量没有大口多，不过小孩还有个满血的大门呢。AB 投下盘，现在双方继续展开近身的一场博弈，攻防转换过来，轮到大口发进攻，大口 counter， 对方能量反击，现在小孩两技，大口两技，滑铲破掉小孩的一个前冲，哇，小孩光顾着跑了，脚下没留神被对方绊倒了。欢迎信仰之神回家，晚上好。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本场比赛来对小孩的赛点局啊，六个赛点，反击头怎么自起针影跳抓逆向咬四点，准备再一个小球龙打完之后，现在大口占了一点点血量优势，前冲的小跳准备再次，小孩想前冲抓一个指令头被对方跳起，能量反击一段，哎，大口着急了，原地小跳被小孩猜对了，直接重拳轰跳，恭喜小孩拿下大口。